고고. 其实我不意外，你妈子不乖，三不五时你说要带的都带，说真的会不会吓得死别人家小孩？你说我在乱说，我也只是听说。你在想到底是哪个人把这新闻乱炒？老实讲，是你马子太乱搞。反正都要决定分手，那有什么好怕？只是大家看到你都在讲同一句话。他说人们都给他，我也是人们都给他。他们说多人，他们可能都是给他。根本没差吧？这也不是第一次。反正没差啦。这不一定是坏事。你说他变了，不再是你以前认识的，但你上次骑的不也是你刚认识的？人们都给他，人们都给他，人们都给他。Lemon 不信你去问小春，他也说 Lemon 都给他。不信你去问大渊，他也说 Lemon 都给他。不信你去问瘦子，他也说 Lemon 都给他。让全世界知道 Lemon 都给他。我的习惯。喜欢刺激，年龄差距根本不是问题，就算有父子父亲而已，我照样搞定。要的我真是我的自由你。简单来说，你妈这是 Beatle。 前门关上，后门进攻，衣服上空，玩的太疯，就连自拍我也学会关系作用。哼，你看见电话也不会删我，每次打上存发花店时我抬头，你想办房是马子常说累了，你说太扯，别怀疑命玩他的规则。从你出家门，马子给你用武，你出门，我出门会给你马子手武。我常偷偷从你出门暴冲，别人给我新的封号叫我克凶。不信你去问小虫大爷说，不信你去问大洋大爷说，不信你去问瘦子大爷说，让全世界知道你们都给他。智障好久不见，你跟你新马子最近还好吗？一切，我跟你说，小春也换了新妹，还有小春是不是有跟你借车去把妹？而且我刚看到你的车在小春家对面，我打给你是以为你人也会在那边。什么？这被你马子开去上班？什么？他跟你说他昨天手机忘了充电。哎，等一下，孔妈咪他还叫我。哎，不对，这件事件其实不能这样乱说。发生什么事情不能这样乱说？因为小春接线大马子是大逼头。我想我不用在电话里面再跟你说一遍，因为刚刚说的我想你都听见。Limbo talking here， 这么大声你听到了没？还搞不清楚状况，今天 Limbo talking here 了没？ Limbo talkin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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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bo Limbo talking here。 不信你去问小春，他也说 Limbo talking here。 不信你去问大家，他也说 Limbo talking here。 不信你去问瘦子，他也说 Limbo talking here。 让全世界知道 Limbo talking here。不信你去问小周，他也说。Limbo talking here。 不信你去问大渊，他也说。Limbo talking here。 不信你去问瘦子，他也说。Limbo talking here。 让全世界知道。Limbo talking here。